是，我来帮你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 这点小伤，早就行了。 之前大夫输了眼重，我还以为你这条胳膊保不住了，没想到在我精心的照顾之下，恢复的还挺快的，说不定我也有寻活济世的天，改天我去找个太医来学一学，也许我也能成为一代名医呢。高婷，好看。 今日为何受伤？这伤口看起来和7年前有点相似，都很难愈合。